大家好，我是在原子大学念研究所的吴作宇。那我平常就很喜欢唱歌，那就是音乐也是玩音乐也是我的兴趣。那我在台北东区的一个葡萄酒小酒馆有在那边就是做驻唱的，就算是一种 part time 啦，就是玩兴趣的。那就希望我今天的歌声可以把这边的气氛营造的像那个酒馆一样。所以这三杯红酒是从店里偷出来的？不是，你有跟老板说吗？是后来买的啦。有哦。不叫从店里偷出来，客人喝剩下的，倒掉主菜都是浪费。我绝不会让你过关。来蒙丁姐，哇呵哎，你看，哎，谢谢，好难得哦，没有人是有用这个酒。哎，我们之前收过什么甜点啊、面包啊，那第一次有人送上红酒来哈，加油！可是我觉得你好像有点紧张了哈。我吗？啊，还是说你喜欢讲话就是这么的神秘？我讲话就是这样，是对，因为之前工作人员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，他也很抓狂啊，就说，你可以高兴一点吗？然后，对呀，你收到通知应该要高兴一点，所以你就是不这么淡定，就对，讲话就是沉稳，很沉稳。哎，他跟我的第二种讲话声音很像。你有什么第二种讲？你第二个人格啊？其实我觉得今天我在这边，我觉得我不是很开心。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这种讲话的声音，你有觉得更好听吗？哎，其实你们自己打得到他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事不用我们来处理，看你那板子，那个五拿五费。可是这种声音真的听起来不是很开心。不一样，但是诚恳，是诚恳。他是有点神秘，就你会更想了解他。哦，那我嘞？我是 gay 笑 ，gay 白。好，加油哦！很期待你的表演。你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带来的是Michael Bublé 的 Always on My Mind。好，那加油，请开始。Maybe I didn't treat you.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And maybe I didn'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But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 Maybe I didn't hold youI'm so happy that you're mine 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All those lonely, lonely times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I'm sorry I was blind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 You're always on my mind 好好喝哦谢谢搭配你的歌声，我们好像在一个小酒馆里面，真的。所以你在那个驻唱的时候，都是唱这种比较忧郁，然后有点 jazz， 很低音这样的歌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、对，因为比较安静。然后，可是我是自弹自唱啦，事实上。哦，那为什么不带你的琴还是吉他过来？会分心啊。哦，你声音其实很迷人。
真的很迷人，尤其刚刚那首歌是中低音特别凸显的，对，其实刚才还是有点紧张了，对，对，那你的中低音是非常迷人，而且你能够，以后如果选歌或者是你有机会在台式表演的话，尽量那个低音再可以更出来一点，因为很难得有这样的低音在这么多参赛者里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品冠老师，加油加油，好，谢谢，恭喜过关。